娱乐动态不停，今天看点君也为大家带来了近期的娱乐信息。2024微博之夜首播阵容官宣，网友投票热选人气角色，谁是你心中的微博 Queen 和 King？ 这些消息的详情如何？还请大家坐稳扶好。微博作为内娱搞流量第一平台，微博之夜邀请的明星主要还是以流量为主，有流量的地方自然就是各家粉丝的 PK 的战场了，然后就是按咖位进行阵容官宣、座位等热搜，可不能小看这两个，这两个可是直接关系着明星的地位，但凡微博有一点端不平水的事物，那就得等着粉丝口诛笔伐的洗礼了。当然热搜里也少不了节目单、彩排等等，光是预热就有一个月不间断的热搜，然后就是投票以及抽奖。微博的三大荣誉奖项 King Queen、 年度人物和年度作品基本是靠投票选出，所以各家粉丝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家偶像拉票投票。微博之夜明星人气投票比拼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同时吸引了大量粉丝和网友的关注。犹记得当时的微博之夜可谓是一波三折，热闹非凡，举办方迟迟不开播，红毯环节意外取消，加上粉丝大量聚集等事件接连发生，让这场盛会充满了话题和关注度。这些插曲也为微博之夜增添了不少戏剧性色彩，让人们对其印象深刻。晚会好不容易开播后，大家期待已久的晚会重头戏微博 King、 微博 Queen 本应该毫无悬念颁发给肖战和杨紫，因为他俩在网络上获得的票数相比其他同赛道的艺人可以说是一骑绝尘，但最后花落胡歌和刘亦菲两位前辈身上。当时的网友表示，幸好是胡歌和刘亦菲，粉丝对这俩还是有点滤镜的，如果是换成其他艺人不知道会遭到多大的非议。而同时也有很多粉丝和网友表示之后不再参与此类投票了，但看到现在的票数只能说大家的身体很诚实。2023微博之夜投票活动是从2023年12月18日开始的，截止日期是2024年1月10日，距目前还有8天时间，剩下的时间不长不短，但看票数排行榜，人气男明星和人气女明星似乎已经确定了。从网友喜爱人物评选排行榜可以看出，肖战以绝对的优势稳居第一名，截止目前他已经获得了超过840多万的票数，比排名第二的成毅多出了近乎一半的票数，这样的结果充分显示了肖战在网友中的超高人气和广泛影响力。当然排名第二的成毅也拥有不少粉丝的支持和喜爱，两人同样在演艺领域也有着出色的表现，都是备受瞩目的明星。不过和往年一样，在这次评选中肖战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在这次人气评选中，截止目前杨紫以超过280万票的成绩位列总榜单的第六位，成为唯一一位进入前10名的女明星。这个成绩显示了杨紫在娱乐圈中的人气和影响力，她的实力和魅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无论是在电视剧还是综艺节目中，杨紫都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和独特的魅力，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她的演技和努力也为她赢得了众多粉丝的信任和支持，使得她在这次评选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次俩人又以高出同赛道倍数的票数出现在人气排行榜，不知道能不能夺得微博 King、 微博 Queen 称号。现在投票还没有结束，换句话说其他明星还有机会，考验粉丝厨力的时候到了。你在微博给喜欢的明星投票了吗？你心中的 King 和 Queen 分别是谁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